闪耀，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四点，你永远要宽恕众生，不论他有多坏，甚至他伤害过你，你一定要放下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五点，当你快乐时，你要想，这快乐不是永恒的。当你痛苦时，你要想，这痛苦也不是永恒。六点，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七点，你可以拥有爱，但不要执着，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八点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九点，你识魔时候放下，识魔时候就没有烦恼。十点，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。十一点，狂妄的人有救，自卑的人没有救。认识自己，降服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。十二点，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，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。不满人家是苦了你自己。十三点，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，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。十四点，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，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十五点，毁灭人只要一句话，培植一个人却要千句话。请你多口下留情。十六点，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。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，难道你也要它下去反咬它一口吗？十七点，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十八点，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，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，别人就容易接受。十九点，同样的瓶子，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？同样的心理，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？二十点，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，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，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。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，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二十一点，活着一天就是有福气，就该珍惜。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二十二点，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，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，你懂吗？二十三点，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。二十四点，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，乃至于珍惜生命。不了解生命的人，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。二十五点，情执是苦恼的原因，放下情执，你才能得到自在。二十六点，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，这样子比较少后悔。二十七点，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，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二十八点，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是可耻的。二十九点，默默地关怀与祝福别人，
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。30点，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。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，通常都会有错误的。31点，要了解一个人，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，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。32点，人生的真理只是藏在平淡无味之中。33点，不洗澡的人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。名声与尊贵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，有德自然香。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，以便回旋。34点，时间总会过去的，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。35点，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，那样子你会很痛苦。36点，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无药可救。37点，说一句谎话要编造10句谎话来弥补，何苦呢？38点，白白的过一天无所事事，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。39点，广结众缘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。40点，沉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。41点，对人恭敬就是在庄严你自己。42点，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便拥有了一切。43点，来是偶然的，走是必然的，所以你必须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44点，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。45点，只要面对现实，你才能超越现实。46点，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。你骗得了别人，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。47点，不懂得自爱的人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。48点，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，我们在追求什么？我们活着为了什么？49点，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，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忘记了别人的大恩。50点，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，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。51点，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，这个就是慈悲。52点，说话不要有攻击性，不要有杀伤力，不夸己能，不扬人恶，自然能化敌为友。53点，诚实的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，不要欺骗你自己。54点，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什么，所以请不要抱怨。55点，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3件事，自欺欺人被人欺。56点，请是最大的骗子，别人能骗你一时，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。57点，只要自觉心安，东西南北都好。如有一人未度，切莫自己逃了。58点，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，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。如果你肯放手，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。
人的心若死执自己的观念，不肯放下，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。59点，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天，那就是一种福气了。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？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？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？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？60点，你有你的生命观，我有我的生命观，我不干涉你，只要我能，我就感化你，如果不能，那我就认命。61点，你希望掌握永恒，那你必须控制现在。62点，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，不管他有多坏有多恶，你欲骂他，你的心就被污染了。你要想，他就是你的善知识。63点，别人可以违背因果，别人可以害我们，打我们，毁谤我们，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。为什么？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净的心。64点，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，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。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，就得先受苦受难。65点，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，因此你用不着抛弃。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。万物皆为我所用，但非我所属。66点，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，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，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。66条经典禅语，侠客文章一点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2点，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，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，因为你自己的内心，你放不下。3点，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4点，你永远要宽恕众生，不论他有多坏，甚至他伤害过你，你一定要放下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5点，当你快乐时，你要想，这快乐不是永恒的。当你痛苦时，你要想，这痛苦也不是永恒。6点，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7点，你可以拥有爱，但不要执着，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8点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9点，你执魔时候放下，执魔时候就没有烦恼。10点，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。11点，狂妄的人有救，自卑的人没有救。认识自己，降服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。12点，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，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。
不满人家，是苦了你自己。13.1 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，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。14.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，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15.毁灭人只要一句话，培植一个人却要千句话，请你多口下留情。16.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。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，难道你也要它下去反咬它一口吗？17.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18.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，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，别人就容易接受。19.同样的瓶子，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？同样的心理，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？20.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，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，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。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，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21.活着一天就是有福气，就该珍惜。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22.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，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，你懂吗？23.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。24.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，乃至于珍惜生命。不了解生命的人，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。25.情执是苦恼的原因，放下情执你才能得到自在。26.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，这样子比较少后悔。27.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，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28.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是可耻的。29.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，那是一种无形的布施。30.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。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，通常都会有错误的。31.要了解一个人，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，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。32.人生的真理，只是藏在平淡无味之中。33.不洗澡的人，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。名声与尊贵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。有德自然香，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，以便回旋。34.时间总会过去的，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。35.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，那样子你会很痛苦。36.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，无药可救。37.说一句谎话，要编造10句
谎话来弥补，何苦呢？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，无所事事，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。三十九点广结众缘，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。四十点沈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。四十一点对人恭敬，就是在庄严你自己。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，便拥有了一切。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，走是必然的，所以你必须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四十四点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。四十五点只要面对现实，你才能超越现实。四十六点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。你骗得了别人，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。四十七点不懂得自爱的人，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。四十八点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，我们在追求什么？我们活着为了什么？四十九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，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忘记了别人的大恩。五十点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，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。五十一点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，这个就是慈悲。五十二点说话不要有攻击性，不要有杀伤力，不夸己能，不扬人恶，自然能化敌为友。五十三点诚实的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，不要欺骗你自己。五十四点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什么，所以请不要抱怨。五十五点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，自欺欺人被人欺。五十六点信是最大的骗子，别人能骗你一时，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。五十七点只要自觉心安，东西南北都好，如有一人未渡，切莫自己逃了。五十八点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，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。如果你肯放手，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。人的心若死执自己的观念，不肯放下，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。五十九点，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天，那就是一种福气了。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。六十点你有你的生命观，我有我的生命观，我不干涉你，只要我能，我就感化你，如果不能，那我就认命。六十一点你希望掌握永恒，那你必须控制现在。六十二点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，不管他有多坏有多恶，你欲骂他，你的心就被污染了。你要想，他就是你的善知识。六十三点别人可以违背因果，别人可以害我们，
打我们，毁谤我们。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。为什么？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净的心。64点，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，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。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，就得先受苦受难。65点，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，因此你用不着抛弃。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。万物皆为我所用，但非我所属。66点，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，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，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。66条经典禅语，侠客文章一点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二点，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，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，因为你自己的内心，你放不下。三点，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四点，你永远要宽恕众生，不论他有多坏，甚至他伤害过你，你一定要放下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五点，当你快乐时，你要想，这快乐不是永恒的。当你痛苦时，你要想，这痛苦也不是永恒。六点，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七点，你可以拥有爱，但不要执着，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八点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九点，你执魔时候放下，执魔时候就没有烦恼。十点，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。十一点，狂妄的人有救，自卑的人没有救。认识自己，降服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。十二点，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，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。不满人家，是苦了你自己。13点，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，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。14点，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，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15点，毁灭人只要一句话，培植一个人却要千句话，请你多口下留情。16点，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。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，难道你也要它下去反咬它一口吗？17点，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18点，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，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，别人就容易接受。19点，同样的瓶子，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？同样的心理，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？20点，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，那是因为你对
对他了解太少，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。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，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21点活着一天，就是有福气，就该珍惜。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22点多1分，心力去注意别人，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，你懂吗？23点，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。24点，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，乃至于珍惜生命。不了解生命的人，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。25点，情执是苦恼的原因。放下情执，你才能得到自在。26点，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，这样子比较少后悔。27点，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，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28点，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是可耻的。29点，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，那是一种无形的布施。30点，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。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，通常都会有错误的。31点，要了解一个人，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，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。32点，人生的真理只是藏在平淡无味之中。33点，不洗澡的人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。名声与尊贵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，有德自然香。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，以便回旋。34点，时间总会过去的，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。35点，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，那样子你会很痛苦。36点，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无药可救。37点，说一句谎话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，何苦呢？38点，白白的过一天无所事事，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。39点，广结众缘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。40点，沉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。41点，对人恭敬就是在庄严你自己。42点，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便拥有了一切。43点，来是偶然的，走是必然的，所以你必须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44点，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。45点，只要面对现实，你才能超越现实。46点，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。你骗得了别人，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。47点，不懂得自爱的人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。48点，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，我们在追求什么？
我们活着为了食魔。49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，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忘记了别人的大恩。50点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，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。51点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，这个就是慈悲。52点说话不要有攻击性，不要有杀伤力，不夸己能，不扬人恶，自然能化敌为友。53点诚实的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，不要欺骗你自己。54点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食魔，所以请不要抱怨。55点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，自欺欺人被人欺。56点信是最大的骗子，别人能骗你一时，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。57点只要自觉心安，东西南北都好，如有一人未渡，切莫自己逃了。58点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，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，如果你肯放手，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。人的心若死时，自己的观念不肯放下，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。59点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天，那就是一种福气了。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。60点你有你的生命观，我有我的生命观，我不干涉你，只要我能我就感化你，如果不能那我就认命。61点你希望掌握永恒，那你必须控制现在。62点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，不管他有多坏有多恶，你欲骂他，你的心就被污染了。你要想他就是你的善知识。63点别人可以违背因果，别人可以害我们打我们毁谤我们，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。为食魔，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净的心。64点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，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。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，就得先受苦受难。65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，因此你用不着抛弃，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。万物皆为我所用，但非我所属。66点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，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，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。66条经典禅语，侠客文章1点
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二点，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，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，因为你自己的内心你放不下。三点，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四点，你永远要宽恕众生，不论他有多坏，甚至他伤害过你，你一定要放下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五点，当你快乐时，你要想，这快乐不是永恒的。当你痛苦时，你要想，这痛苦也不是永恒。六点，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七点，你可以拥有爱，但不要执着，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八点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九点，你执魔时候放下，执魔时候就没有烦恼。十点，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。十一点，狂妄的人有救，自卑的人没有救。认识自己，降服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。十二点，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，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。不满人家是苦了你自己。十三点，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，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。十四点，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，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十五点，毁灭人只要一句话，培植一个人却要千句话，请你多口下留情。十六点，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。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，难道你也要它下去反咬它一口吗？十七点，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十八点，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，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，别人就容易接受。十九点，同样的瓶子，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？同样的心理，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？二十点，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，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，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。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，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二十一点，活着一天就是有福气，就该珍惜。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二十二点，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，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，你懂吗？二十三点，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。二十四点，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，乃至于珍惜生命。不了解生命的人，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。二十五点，停止是苦恼的原因，放下停止，你才能得到自在。二十六点，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，这样子比较少后悔。二十七点，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，
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28点，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是可耻的。29点，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，那是一种无形的布施。30点，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。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，通常都会有错误的。31点，要了解一个人，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，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。32点，人生的真理只是藏在平淡无味之中。33点，不洗澡的人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。名声与尊贵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。有德自然香，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，以便回旋。34点，时间总会过去的，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。35点，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，那样子你会很痛苦。36点，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无药可救。37点，说一句谎话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，何苦呢？38点，白白的过一天无所事事，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。39点，广结众缘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。40点，沈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。41点，对人恭敬就是在庄严你自己。42点，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便拥有了一切。43点，来是偶然的，走是必然的，所以你必须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44点，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。45点，只要面对现实你才能超越现实。46点，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。你骗得了别人，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。47点，不懂得自爱的人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。48点，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，我们在追求什么？我们活着为了什么？49点，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，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忘记了别人的大恩。50点，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，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。51点，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，这个就是慈悲。52点，说话不要有攻击性，不要有杀伤力，不夸己能，不扬人恶，自然能化敌为友。53点，诚实的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，不要欺骗你自己。54点，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什么，所以请不要抱怨。55点，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，自欺欺人被人欺。56点，信是最大的骗子，别人能骗你一时，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。57点，只要自觉心安，东西南北都好。如有一人未度，
切莫自己逃了。58点，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，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。如果你肯放手，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。人的心若死时，自己的观念不肯放下，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。59点，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天，那就是一种福气了。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。60点，你有你的生命观，我有我的生命观，我不干涉你，只要我能，我就感化你，如果不能，那我就认命。61点，你希望掌握永恒，那你必须控制现在。62点，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，不管它有多坏有多恶，你欲骂它，你的心就被污染了。你要想，它就是你的善知识。63点，别人可以违背因果，别人可以害我们，打我们，毁谤我们，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。为什么？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净的心。64点，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，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。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，就得先受苦受难。65点，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，因此你用不着抛弃，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。万物皆为我所用，但非我所属。66点，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，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，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。66条经典禅语，侠客文章一点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二点，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，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，因为你自己的内心，你放不下。三点，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四点，你永远要宽恕众生，不论他有多坏，甚至他伤害过你，你一定要放下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五点，当你快乐时，你要想，这快乐不是永恒的。当你痛苦时，你要想，这痛苦也不是永恒。六点，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七点，你可以拥有爱，但不要执着，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八点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九点，你什么时候放下，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。十点，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。11点，狂妄的人有救，自卑的人没有救。
认识自己，降服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。十二点，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，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。不满人家，是苦了你自己。十三点，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，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。十四点，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，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十五点，毁灭人只要一句话，培植一个人却要千句话，请你多口下留情。十六点，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。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，难道你也要它下去反咬它一口吗？十七点，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十八点，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，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，别人就容易接受。十九点，同样的瓶子，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？同样的心理，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？二十点，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，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，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。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，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二十一点，活着一天就是有福气，就该珍惜。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二十二点，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，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，你懂吗？二十三点，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。二十四点，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，乃至于珍惜生命。不了解生命的人，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。二十五点，情执是苦恼的原因，放下情执，你才能得到自在。二十六点，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，这样子比较少后悔。二十七点，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，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二十八点，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是可耻的。二十九点，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，那是一种无形的布施。三十点，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。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，通常都会有错误的。三十一点，要了解一个人，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，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。三十二点，人生的真理只是藏在平淡无味之中。三十三点，不洗澡的人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。名声与尊贵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，有德自然香。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，以便回旋。三十四点，时间总会过去的，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。三十五点，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，
那样子你会很痛苦。36点，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，无药可救。37点，说一句谎话，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，何苦呢？38点，白白的过一天，无所事事，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。39点，广结众缘，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。40点，沈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。41点，对人恭敬，就是在庄严你自己。42点，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，便拥有了一切。43点，来是偶然的，走是必然的，所以你必须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44点，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。45点，只要面对现实，你才能超越现实。46点，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。你骗得了别人，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。47点，不懂得自爱的人，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。48点，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，我们在追求什么？我们活着为了什么？49点，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，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忘记了别人的大恩。50点，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，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。51点，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，这个就是慈悲。52点，说话不要有攻击性。